女星林允拥有清纯外表，因出演周星驰的电影《美人鱼》而人气攀升，就连个人社群小号也累积了不少粉丝。竟有一名网友爆料称，四年前在微博上关注了一个艺人的小号，透露该名艺人经常晒出自己喝奶茶照片，被自己的布丁却都没有吃完，因此困惑的留言表示，既然不吃布丁，为何还要加？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自己的留言竟被其他网友骂到登上留言第一名。那位艺人也发文呛下表示，就算布丁放到发霉了才吃，也不关你的事。该名网友收到更多私讯谩骂后，吓得赶紧删除留言，也因此造成了他的阴影。虽然未提及该艺人是谁，但网友们搜寻后认为当事人就是林允，纷纷涌入林允的社群平台留言骂他为何网暴别人。然而也有不少人为林允打抱不平，直言他说的话并不过分，是爆料网友多管闲事啊。